到这个年底就要结束，那有可能会往后延吗？大概我们会选择是延会到年月十号或十四号，等一下朝野协商会做决定。嗯，那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重大法案要过呢？最重要还是总预算。那总预算现在委员会只有三个审核，还有五个委员会还没审核，所以是不是来得及送院会的处理？现在还是未定之天。嗯，院长嘛。